哎呀，温小，你们这里的可乐膜啊，怎样卖啊？多少钱呢？我们做这个，你们应该也不会问我，让我蛮有时间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，没有记性啊！哎呦，这样我想要了解一下它的，这是偏偏是怎样的品牌？我们做这个，你没有钱安装的啦。你有家吗？可以样子都安装不安装不会安装的啦，你请。那鞭子我来处理吧。来，老板，我带你看看。好的。 我回家考虑一下。好的，班长。切，浪费公司资源。嗨，你好，有什么？嗨，老板，你好啊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你吗？我的手上有30件生意，我现在要用你们的可乐膜。 好，老板，我现在去给你报个价，好。等等，不过我不需要你来。我需要他来负责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那天你给我介绍的非常详细，我非常满意。哦，原来是你。是的。谢谢你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